大家好，我是孙芸芸。今天很特别，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仙人掌园，然后到处都是仙人掌，所以感觉就是战战兢兢的，然后觉得今天应该会受伤，结果还好没有。春天是一个很开心的季节，因为它就是花都开了，然后天气都变好了，然后就是慢慢迎接夏天的到来，就是我最喜欢的季节。所以春天的时候我都超开心的，然后每天心情都很好，然后又刚好又是一个新的季节，所以新的就是商品啊，新的一些 fashion item 都会上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添购新的一些春夏的一些早春的东西。对我来讲应该算是还蛮突破的，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衣服是我以前不太会去穿的，然后像今天身上现在这一件也是算是很性感，但它很复古，也是我第一次尝试，然后我很喜欢。